我本来只是想讲，我来观察一下，想袂到讲竟然发生这款代志，唔就好加在我来啊！啊，若无，阮规家伙啊，拢互人冒去订啥，佫讲到毋知影通我变变咧。你是林夫人，唔免假佮遐尔好咧啦，佫看安怎，嘛袂当暗看你是诈骗集团。我若是诈骗集团。 我若是诈骗集团，我哪有啥甲你后生坦白？我应该是爱想空想破，计是要领导，非得代志若是不要空，我恐嘛过来无，你甲我买个红心啊！你嘛了我无法甲毋是？吼、哦，你讲迄个面是只应嘴应舌，嘴阁遮尔来哦！妈，你先等起来，叫我处理就好啊啦。对诈骗集团，有啥物好处理的？直接报警察，你叫你妈。 去警察局，甲你会合，看完啊，受理恁这对骗婚的母仔囝。真歹势，我就是无想要欺骗你，我的这个亲身来才甲恁解释予清楚，安尼就表示我毋是诈骗集团。恁若是坚持你要报警，安尼就是证据不足，浪费社会资源。真敖讲话呢，嘴尖起来，有啥物搞的啊？嗯，老妈是恁家己囝的啊。我，你搞点点啦。 你是我的查某囝嘞，你个徛伫个我这边啊！我应该是说无我的代志啊，再见。唔对，永远不见。你搞懂未？你安尼就想要走啊？啊无嘞，这个社会拜托就影响未？我已经真有良心嘛，无你问恁家己，你敢是找证件会有说？唔是嘛，你嘛是悠哉人安尼乌白介绍乌白看煞，查嘛无爱查一下。 感情我都跟他离异，这你含的白贼话嘛相信？恁家己嘛有唔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连一句死嘞拢无呢？啊，你妈妈是安怎甲你教的？都是袂晓教，才会教出这尔无家教的查某囝啦，真正是大狗搬树，细狗看样啦！你放手哦，你袂当安尼妨害我的自由，你放手，我不爱管，你袂当走。 妈，你妈搞的！你妈搞的！我不准你走！你看恁一个，你妈难听啦！这件代志，我对伊我家己良心，啊，不过恁若是这款态度，我嘛凊彩啊！还佫有，有你这款妈妈，谁敢替我林子生？你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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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点点呐、啊！一个好好的相亲，你啥时候要破坏啊？我请你坐你的心票，你等你的涂骹咬到嘴口干啦！为着要成就，你想要是要豪门的美梦，就要我去做一个骗子，互人当作是诈骗集团，你嘛不要尽心。歹势，我败。他做你尽量拍，不然若是拍歹去，你会当找一个更加好的，一点仔拢袂可惜。你对相亲有意见？你昨暝食饭的时阵，啥个一句话拢无讲？我交代你相亲的代志，你阁甲我应好，阁讲你会做妈妈的乖查某囝。你参加这么深，都是为着要让我拍破门？你心机怎这么重啊？讲到心机重，我敢比得过你妈？我你是什么口气啊？我敢是安尼教你的啊？你为着要甲精英美集团牵亲戚，你才会去育幼院经营啊？经着我了，就开始打造林家第三代媳妇，敢不是？你竟然利用一个囡仔的单纯，我感觉伊家己足幸运的，伊有妈妈的爱，有妈妈的疼惜，所以伊拼死命去做一个上听话、上乖巧的囡仔。请问到底是谁藏了较深，谁心机较重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骗你，我只是你为着要达成你的目的，用心计划这么侪年，就是因为过去
你无法度继续要凌驾，你唔甘愿，所以才害我替你完成你的愿望。谁叫我嫁袂去凌驾？若不是伊先对不起我，我嘛袂安尼做。明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你莫阁想要骗我啊！你自头到尾根本都无把我当作你的查某囝，我只是你的工具。你即马当着后背头，莫话西后背口。你又阁想要骗我啊？因为你跟我往东，我都唔敢往西，对吗？我跟你讲，就算林子生伊妈妈搁较讨厌，搁较机车，至少伊是一个拼性命维护囡仔的妈妈，比你好上过侪。安怎？即马事实我讲破，继续当上去啊！咱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也不过咱嘛斗阵十几年啊。到尾，你就是安尼看我的啊！你的目睭内，我就是这款不吃老母。那安尼，我嘛无话通讲啊。海生，你重金打造的豪门门票，我毁掉啊！啊，不过我嘛不是迄种无恩不义的人。你一路要把我变作是假的名媛嘛，开袂少钱，一千万有够无？还是两千万？我哪会赢你？一号选手 ，Nice touch！ 爱甲你拍拍无？妈，啊，你哪知啊？我为着逃走嘛。罗安姐，你我谁呢？哈，织女莫诺姆。那你都应该知啊，我想要被老婆。妈，秀才兄弟嘞啊，公司的代志我也无咧插手，庆祝活动叫我姐也无插对无？我起码个个是一个人形立牌，你就让我去做我的代志嘛。我知道你无爱交一个英雄，也不过今是恁哥哥的场，啊！你敢免甲占下一个，啊！无彩平常只只小哩。好嘛，你莫再问有没有感情。伊是你唯一的后生，伊不是你的元首人。迄两年前出车祸，伊伫鬼门关正前徛一个，伊这命顶伊是捡回来呢。你是做人老爸的人，你无对伊较好，就准拄煞。你搁定来搁对伊安尼啊哭，你心肝到底是怎做的啦？我即马是咧嫁囝啊！我是咧救我的囝，多谢老爸成就你安尼啊！用大钱咧嫁囝，家风看袂也无够听话哈？大家都安尼行行行行，对你的身躯边咧甲你学习，安那做你都无满意。伊即马是为着要得到你的信任呢。伊安尼拼死拼活，安尼想要拼来互你看，你讲这种话，你甲伤害。你之前都犯过错无？啊，即摆再来一届，我当然爱甲教死啊！这是做爸爸的责任吗？你免讲我遮好听，你甲吐伊狂话，我做人老母的，我的心面输甲咱占咧位咧。你是谁乱哈？你谁乱看伊都这么解放啊？哈？我紧来话听袂晓讲啦。你一定是到今晚我都袂记得，已经死的事先做掉啊！自从迄个意外发生了，你的心敢捌当开这个家？你将所有的过错拢送来我家的，甚至你连家风你拢甲牵拖落去，啊？人敢我送落去，人敢我害死的？你即摆为着一个无毛乖乖囡仔，你认定我冤家家父三十几年，你对我够公平？我认定你，我认定你啥物？即摆上可怜的是未过母仔，你哦，真正是心病生贪婪。百二路你占了了，你阁嫌无公？叫我疼。我就是贪我的家庭圆满，我贪一家和乐圆圆满满，我就是上贪的人，我就是你罗家的罪孽，安尼你怀疑吗？爸，
你真的是越讲越超过呢。世界上有多一个查某人在领受家己的红线，在外口饲查某，搁生囡仔的？你家己头前唔起嘴，你搁还是怪骂？